其实最后这一组啊，也挺死亡之组的，有点半决赛的意思了。啊，掌声有请娘娘。之前有时候我也会去健身嘛，这次来是因为这轮稿子和健身是相关的，所以来采采风。就如果你细看的话，这些东西和刑具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它都是非常科学精密，为了折磨自己而设计。好，往下做。哎，可以。你要注意了，有点没事没事。完了，没事，我给你，我给你举着呢。哎呀！我确实是弱鸡了一些，每次健完身就觉得写段子还是挺轻松的，现在就回去写稿了。再苦能有健身苦吗？袅袅那一组称得上是死亡之组，这就是这四个人谁都有可能第一，谁都有可能第四，是这种有可能。反正已经开始遗憾了，我现在虽然不知道这人是谁。我努力演好吧，即便淘汰也心里会感觉 OK 的。有什么话想对对手们说吗？我们组的其他对手你们就放轻松，正常发挥就比较稳了，有我保送你们，你们就享受比赛就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袅袅。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，是吧？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。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，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，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：“这是谁的臀围啊？这么大？”服装老师说：“这是袅袅的腰围。”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。我妈也很关心，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，说自律给你自由。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，我想上高中的时候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，上大学你说工作了自己赚钱就自由了，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，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，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，我咽不进去了，我在戒碳水呀。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，我不靠脸吃饭是吧，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。我妈说创作怎么了，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，你看人家海明威是吧，茨威格。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，死得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。我觉得自律和自流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，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。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，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。我想你都要奋斗了还要佛系，这也太矛盾了，怎么奋斗啊？南无阿弥陀佛。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，它真正想表达的是好身材能吸引异性，健身有助于求偶。所以想到这里我就去健身房了，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。我早就知道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，果然一进去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，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。我说对，我圆肩驼背骨盆前倾还有吸超声的问题，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，再不健身就完了。教练说啊，你也学过 PUA 啊。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，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哈，因为他教得很专业，也不着急卖课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。对，我也有眼睛。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，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，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。教练说你刚开始练手上还没有茧子，我手上茧子就很厚，你摸。当时我就想我的天呀，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。开玩笑，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茧子吗？
最后摸了嘛，就买了10000块钱的课。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，但是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，你只会感到喜悦，你只会想太好了，天上掉陷阱了。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，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，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，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。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，一定要特别标准化的饲养自己，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。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，我觉得健身房啊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，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定滑轮，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，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然后放回原处，连西西弗斯看了都会说这做的是无用功吧。这个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2个月好不容易有点成效，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，见你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胖了。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，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，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，我一想去见他还要戒糖戒油戒碳水，我就觉得算了，我还是戒色吧。自打办了健身卡，身体没有变健康，灵魂得到了升华。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，内心十分纯净。我也理解了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，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胸肌，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娘娘。谢谢娘娘。喜欢娘娘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大家。再跟我们详细讲讲你是怎么想的加入这一组。嗨，也挺开心的，我觉得在这组就怎么样都不会丢人，我觉得。真的要去，真的就去健身了？对，其实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那个健身房的课还没上完呢。李诞，你见过身吗？我还真见过，我就去过4-5次，可能一共。我觉得太无聊了，就太无聊了。但是张杰应该老见。对，我是从2016年就开始见了。你就是那种胸肌有茧那种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弄，我就跟着健身，然后身上贴了很多那种电流跑，就是国家队康复的那种东西。然后就对，我也去过那儿。我喜欢买一些那种就是会发电的那种东西，贴在自己的肚皮上，然后躺着。啊？然后感觉自己肚皮在发热，就觉得自己在健康。虽然我知道它肯定没有，但是但是就是那你买个电蚊拍不就完了吗？直接搁在这儿贴。超越会健身吗？有这个想法，然后也迈开了第一步。然后第一步是啥呢？请了个健身教练。哎，我能问一下，您去健身的时候会大喊“燃烧我的卡路里”？燃烧我的卡路里！我已经没有嘴可以喊了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。你是真的找了一个帅哥教练吗？我怕他看节目。没有，那你刚说那些不怕他看呢？我看一下手上的茧，他就知道是他自己了。对，但他确实有茧子，因为他是之前是运动员嘛，就确实还挺辛苦的。已经开始心疼上了。那行吧，那就祝你一路顺利吧，好好健身。我们恭喜小鸟获得4个派灯进入等待区。其实我演完我就觉得80%是我了，满分10分打个7分吧，大概。尽力了，尽力了。啊，有个事儿嘱咐鸟鸟吧，就是自律能不能让你自由呢？其实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个东西能陪你自信每一刻，益达
无糖口香糖，一嚼就起范儿，教练都没你自信。